是因为今天呢有说到这个圈套是见面会台湾场的最后一场，所以呢我们要把握机会挖掘你们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没错，许俊浩，这是你的是不是？对，这是我的。哦，那是怎么样会这个？可能每个人都会。你是很快是不是？我可以不好意思，我的问题有点失礼。哎，那我们就交给跟你有心电感应的这一位来帮我们弄乱好了。弄简单一点，欸，不好意思，吹气干嘛？有要吹气吗？而且我想讲一下，为什么这颗魔术方块看起来这么久啊？它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在玩。我从高中。好好，来喽来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这过程其实会有点沉闷，希望大家有点事情。那不然怎么有人在烧我的痒？好，谁烧你痒？谁？我看不到的吗？不要吓我吧，这个时间。这个时间。好。我们来先快问快答好了。快答，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好久，好久以前，已经有一面嘞。好，最近爱吃。35秒，35秒就完成了。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还有看到悠悠班的版本，不要讲悠悠班，我们悠悠班版悠悠班的版本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？你们有人会？有人会吗？有人会吗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先生这边 ，Hello， 开始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加 油, 加 油, 加油。我以前用过一个招数，真的是把贴纸撕下来了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。他如果会的话，我今天很糗。对啊，好，我开始把它弄乱了，开始把它弄乱完成，我有点吓到，我努力的把它弄越来越乱这样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算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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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觉得他每次蛮捧场的，就是这样子也会鼓掌，有没有？